our lucky day, V. Let's go find a game of cards. These Glyphod roots, they're everywhere. Well, we are underground. Then I guess we have some clearing up to do. And me without my gardening shears. Now to find an exit. Rise.好像现在角色是第二个五代出的角色，叫 B。哎，刚才哪里啊？我迷路了，这里吗？ Can't move forward without breaking through these. OK， 就要把这打破。发生什么事？哎，又怎么有人在打我？下面的东西。之后从开辟的通路往下，我回头有细缝，这边还有一个蓝魔法石啊，这在哪里啊？
把他迎过来。这里，这里，找到。然后在一边有符文印记的板墙柱召唤魔兽，可破坏此墙。同时，有几个秘密任务。OK。这里吗？这边还有东西哦。哦，都是这里。哎哎哎哎，等等。Now get to work. Gouge him. At your pleasure. At your pleasure. Pierce through.打得好累哦。
累死人。这个东西，好，我们先打那个秘密任务。哎，对，哎，刚不是有吗 ？Hello，Hello。为什么又没有了？有了。不受任何伤害，就消灭所有恶魔。真难呢。真难，还怪兽出太多了。我在去给这秘籍的时候，很容易被打到，真讨厌。有了，哦 ，SS， 哇，第一次，第一次 SS， 好，哦，好。
那有过耳的这个。哦，这魔兽死掉了。有够饿！探索仓库高台上有一个。好，那个先不要打，这边先搜索。哦，飞起来高。没了吗？这里上面不是说高塔有一个东西吗？紫魔石啊，没看到啊。我看到对面，对面，哦，在对面。晃啊！哦，碎了。去不了对面。好。不是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过不去吗？另外一边好像过不去了。另外一边，那边有一个红魂树。
rise. 噔噔噔噔。At your pleasure. 哎，想要去哪里？这里吗？嗯？哦，破坏之后再上去是不是？哦，在这里啊。装了，哎，那直接炸死哎！是啊，糟糕！不要吃我！哇，一下就死了，天啊！是你屁屁！哦，要打 boss 了！我的小宠物，前面有东西。他跑了，啊，跑了。
可惜。嘿。要打电话了，通常打电话就是要打 BOSS 的时候了。OK。打电话。Use a hand. Ugh, you got it. Wait right there.那出场方式一定要这么特别吗？我可以买那个雕像的吗？这个是更有可能从敌人获得白魂石。奈彻可以从敌人那边获得绿魂石，扩大收拾魂石。Army Stepper，OK、okay.。嗯，那先打这个好了。好，好，准备打 boss。打 boss 啊！